这个要表吗？哦，这什么表啊？哦，八成新的。好，包上。好。有水吗？哎，来，别吵了。哎，照片来了。在哪儿啊？哎，怎么还照相？怎么搞？哎，好了，你看，嗯，你放点设备下来了，这声音，哎，厉害厉害，好。我下去吧，我下去，我这不是我到你这儿。掌柜的，你到扫庄去吗？来，掌柜的，在哪儿发财啊？来，喝杯酒，取取寒。哎，出门在外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啊，掌柜的，来，干一杯。嗯。
这帮家伙干什么？穷疯了，花车玩命。来，掌柜的，喝一杯。离澡堂不远了吧？怎么，肚子又不行了？不，没有。那你干啥？我去看看彭亮他们回来了没有。哎呀，深更半夜的，你还拉着肚子。哎，我眼皮子直跳，不去看看还睡不着啊。哎，都是些贴心的穷哥们。那爸，你去，你歇着。不，这是咱爷们的事，你歇着啊，歇着啊。就这样吧。杀了我们的弟兄，庞大爹在洋行边上开了个小店，出弄他们了，他们就把庞大爹给吊死了，这个仇一定得报。九哥，你闯过江湖带过兵，九天之战冲进洋行八块之战，你杀爹吧。就咱们几个能冲进洋行吗？就是人头落地也不能冲到啊。九哥你说呢？承蒙弟兄的抬举，俺李九领着大伙虎口夺食，没想到一次失手，五六个弟兄的命没了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怪我，怪我有心无眼，没看到咱们这伙子人里出了坏人，没有人给鬼子通风报信，
能出这么大篓子吗？为了条人命啊！那就咱们干，这手一定要报，叫杨行的鬼子偿命。不，不是俺李九胆小不仗义，再有什么意外，俺还有什么脸见父老乡亲？这次要不是有江湖上的好汉暗中相助，哥几个早见阎王了。今后俺一人单干，谁也不牵扯。好，俺谁也不求，就是一个人也冲进洋行杀他几个鬼子，给众兄弟和俺爹报仇。彭亮兄弟，放俺一个，俺也算一个。好，亮哥，不能蛮干，咱赤手空拳的。嗨，我手里刀也不是烧火棍。哥，小宝，美丽托付给你了。娘，儿子不孝，让你老等苦了。还是回来了。娘，来。红儿，这回不走了吧？哎，不走了。老庄现在也不太平，可咱娘俩总算在一块儿了。娘，要是有人问起我，你就……这些年我都说你下关东了。哦，娘，俺小时那些穷哥们呢？都在，就是王强不争气，给洋行的鬼子当了脚行工头。哦，快点啊！卖香烟了，卖香烟啊！谁来买香烟？哎，王头，哎，我的锅上几道啊？上五道。哦，王头，哎，来包大金华吧。好。彭亮的爹被鬼子杀死了，他可能一个人来报仇。嗯，嗯，他来了，我走。兄弟，彭亮，咱买啥？啊，换两斤盐。哎，这粮食，乡下抢来的，运到日本去。
年的。不，你得抢粮食的药。我说了，换年的。大人啊，抓着他！抓着他！太监，来走！太监，别误会，别误会。太监啊，你得生气的，不要啊，他得大大的两面。来，抽根烟。他的，你的人生啊，我的大大的朋友啊。太监，彭亮，你快走啊，抽根烟。彭亮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慢走一步。这年月，凡事忍着点，跟鬼子硬干，可要吃大亏呀。好兄弟，大爹死得惨，十来个兄弟死得冤，俺也心疼啊。可俗话说得好，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舍命跟鬼子硬干，不值得呀。你会开火车，先到镇上找个活干吧，总得吃饭呢。俺绝不像你，做吃屎的狗。在临城就听说这事儿了，真为你一把汗呐！哎，亏得你这身功夫，还能让鬼子伤着？啥功夫啊？幸亏遇上一条好汉，拔刀相助，才捡了这个小命啊！哦，这条好汉是什么人啊？应该是谢谢人家。那当然，可人家来无影去无踪，这才是真正的豪杰。可惜啊，错过了相识的机缘。真是太可惜了，真窝囊。踏破铁鞋，俺也要找到那个坏良心的杂种。谁？告密的人。不杀了这个搞杂种，我死不瞑目。对，家贼最可恨。哎，昨天夜里有人看见刘芳林在粮行门口转悠，深更半夜的，怪事儿啊。哦，八车是我约过他的。哎，嗯，想什么呢？哎呀，吃点吧，瞧你愁成啥样了。嗯，五六条人命的，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。哎，以后啊，你别干那爬车的事儿了。这次要不是你闹肚子，我硬拦着你呀，你早没命了。怪事，要真是他，为啥深更半夜的到洋行去呢？鬼子掌柜的还送他。你说的谁呀？谁深更半夜的？吃不准，走路的样子倒有点像。嗯，去看看，八成是彭亮回来了。你到底是谁？呀！哎啊！哎啊啊！哎啊啊！哎！哎呦！怎么杀人了？快快快！方林！方林！怎么回事？方林！哎，你快看看看看墙上写什么？哎呦！刘芳林告的命啊，就是说他给他告的命啊。是啊，没想到刘芳林这么老实，也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。这年月人心难测啊。是啊，
表面是装着好人，实际上背地里干些什么呢？不一定。嗯，是啊，难说呀，真看不出来。王林不是那种人。还有命的报仇。你到苗庄安姥姥家躲些日子，等太平了再回来。俺担心哥哥。你放心，不会出啥事的。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长这么高了。哎，哎，美女，你看谁来了？啊，美女，刘洪大哥，大哥是你啊！长成大姑娘了，亮哥呢？好，就这样吧，你们各位多加小心。哎，请。来，宋伟军，请坐好。师傅远送，来来来，回去吧，啊，回去。快，
哎，把勺子给我，过来。要不是你一枪撂到那个胖鬼子，我们几个就全完了。是啊，开枪的不是我。嗯，什么？不是你？对，不是。那难道是李九干的？兄弟，你命太莽撞了，简直是玩命嘛。红哥，亚胖的鬼子把我们几个好兄弟开膛破肚的给害了，死得惨呐。你没听说啊，咱们枣庄哪天不死几个，枪崩刀砍喂狼狗，奶奶的，这个日子怎么过？刘红大哥，你是不知情啊，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把老百姓抓进了南马路大兵营，直接进去不接出来，人哪去了？他们把老百姓绑在木桩子上给新兵练刺刀，训练狼狗，一到了晚上，那真就惨叫人，真叫人难受。鬼子医院用咱们大活人开膛破肚做他娘什么实验，血水把山坡都给染红了。不跟鬼子拼，我们还有活路吗？对，不错，要活命就得和鬼子拼，像你们这么干不行。嗯，那怎么干？我这次回来就想和你们商量商量。哦，好，红哥说说。王强怎么样？哼，甭提那个脑肿了，当上鬼子工头了。你知道他在交际路上干过，会几句鬼子话，现在洋行里的鬼子可器重他了。吃饭吧。吃吧。嗯。昨天，我给娘送去几斤面，娘还是不肯收。他爹，你就别给鬼子干了，日子苦点儿，赞赏娘不认咱，连几个亲兄弟也不来往了。我出门
抬不起头，连孩子也叫人骂，这日子我实在是……少说两句好不好？三掌柜没有死，送医院了啊！哎，刘洪大哥回来了，真的！哎，你们很少来吧？嗯，连他老娘都嫌他丑，分开过了。他住哪儿？就在村东头，两间草屋，还是我和鲁汉、林中、小坡一起帮着盖的。我去看看。哎。红儿，我这心里不好受啊，出了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，王家的脸让他丢尽了，他跌在地下也不闭眼呐。叶老放宽心，王强有妻儿，要吃要喝他也难呐。鬼就是冻死饿死也不能给那些狗杂种干事儿啊。你老说的对。红儿啊，你回来就好了，替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让他做人，别让他做鬼。哎，他给鬼子干一天，我就不认他这个儿子。好，我一定去。你老歇着吧。你回去吧，孩子。哎，红哥，去吧。哎，去吧。什么事儿？红哥，胖鬼子掌柜没被杀死，没死。你猜谁被抓起来了？谁？王强这小子。王强？哎，这回啊，够这没骨气的狗东西喝一壶的了。嗯。还是不着？着啥呀？冈村太君，这几次刑罚不好受啊！我要知道谁是杀的人，干嘛受这份洋罪呀？你是洋行的工头，一定知道是谁干的。太君，您是宪兵队长，应该比我知道的更清楚啊！脚行的每一个苦力，都是您审查的呀。您杀！砍吧，冈村太君，死了比这么活受罪痛快多了。
报应啊，报应啊！狮子，冈村太君，慢。王先生，请到屋里谈。啊。